已经把这个 app 给做出来，对不对哈？可是第二个的话呢，我希望能够跳跃。不过现在你用即时，特别注意哦。刚刚我们做的就是哈，利用传统，然后 JQuery Mobile 按钮，对不对哈？啊，记得不要重叠，不然你出来的话会显示不出来。然后存档的名称叫 index.htm，好，这个如果没错的话，检查一下。再来，我怎么样看到结果？请你按下即时，按即时就可以。或者是说呢，在浏览器中预览都可以，两种都可以哈。比如按即时的话，你会发现马上看到结果了，有没有？那如果说你要在浏览器看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比如说按在 Chrome 里面看。不过哈，在 Chrome 里面看的话，会有个问题，就是啊，太大了，所以通常会怎么样？把它缩小，变成好像一个手机的这样子来浏览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哈。不过我发现好像在即时好像会快一点点，因为你光要载入这个画面哦，就要等一下下。可是即时它可以马上看到，但是好像有一些页面哦，还是非得要在浏览器中才能看到，或者说你可能这样装在手机里面才能看到效果哦。好，那一般我们练习大概即时就可以了。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可以连接到其他页面，该怎么做？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取它。底下有个连接，连接的话记得加个井字号，这个有点像书签嘛，有没有？之前不是有在106的范例里面跳到底下不是有个井哪里啊？其实这个也原理一样，叫井 page，跟他讲说哪一个 page 哦，page 多少？page 2，这样 OK 了哈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这边的话，把它在 page 3，有没有？这个 page 3，那以此类推嘛。那你做完之后把它即时一下，存档有没有？二，哎，不过这个点不回来，没关系，把二怎么样再加一下？好，这边的话，page 一，然后 page 一就回来了。好，然后这个是 page 三，以此类推了。好，反正这都一样，所以你就直接怎么样，我把它复制一下，然后再给它贴一下。底下的部分哦，就分别有 page 一、page 二、page 三。好，全部做完了。做完之后，把它 save 一下，Ctrl 加 S，把它储存一下。出现之后再即时一下，哎，看一下哦，有了，对不对哈？这时候的话，第二页跳了，对不对？第三页，哎，会跳了，再会跳回第一页，哎，有没有？这样就跳来跳去了哈。但是呢，会有个问题，这个时候你用滑鼠点是 OK 的，可是如果请你用手点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你的手太大只了，对不对？比滑鼠还大，所以哈，怎么办呢？一般哈，会把什么？把这一个改成什么？要不就改成一整条，有没有？要不就改成一个很大的按钮。哎，那你要怎么样把那个做成大大的按钮或连接哈？其实也非常简单。各位有没有看到哈？这边把按 Enter 好了，换下一啊。不过这个拿掉好了，这个不要，把这个我看把项目符号 Enter 之后，它自动产生一个嘛，把它拿掉。然后呢，在下面做什么呢？插入一个。各位有没有发现 JQuery Mobile 里面有按钮，对不对哈？就怎么样呢？把它点下去。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怎么样做出两个大大按钮，可不可以？很简单嘛，点击它。这个时候它会出现说你要几个按钮。那我想我们一个一个来做好了哈。那有很多类型，比如说你可以是按钮，或者是连接，或者是输入等等的。那我们这边选择按钮好了，我要产生一个按钮。好，再来哦，它很厉害一点，就是说它的图示你要不要图？它有这么多图，预设的图哦，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是什么向下的箭头，有没有向下？哎，有没有方向，或者是上一页、下一页都有了哈。啊，我们用方向好了，假设方向向下，然后呢，这个图的位置预设是在左边，那如果你要在右边也可以啦，在左边也可以用预设的好了。好，按一个确定，确定之后的话，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按钮，那你可以把它及时看一下，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一个按钮出来了。哎，这个好像是我们要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现在按下去有没有作用？没有任何作用。为什么？再切回来，请注意一下哈，下方的连接，请你改成什么？井 page，比如说连到 page 2，一样嘛哈。这个时候的话呢哈，即时一下，有没有连接到 page 2？哎，连接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上一页。但是还有个问题，可是它不叫按钮啊，它应该叫什么？它应该叫第二页才对嘛？那怎么办？再改嘛，哈。改的方法的话呢，请你怎样把这边不是有一个它等于它，因为它这个改好像不太好改，它好像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改，所以哈，变成你要怎样从，所以我说
为什么要切成分割的？因为它就等于它嘛。那里面不是有一个什么按钮两个字？那你怎么样呢？把按钮两个字改成什么？改成第二页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哦，这样子把它改成第二页，这样子切过来，哎，第二页出来。那可是我还要第三页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你可以观察一下，它的连结在这里，它的按钮在这里。所以哈，其实聪明的做法这样，要不你就再插入一个，要不呢，你就是可以试试看，连结加这个有没有？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不重新再插入一个按钮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子贴上，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？改成连到第三个，然后这边改成什么？第三页。好，有没有？不过可能有点难度了哈，但是没关系，我都把画面录下来了，你可以 slow motion 慢慢看，没关系。如果你现在下一次你忘记了，你以后去公司上班了，老板要叫你做，你就把我影片哦抓下来，藏起来哦，啊，反正老板不知道，你就打开看一下老师教的动作哦，再做一次你就会了啦哈。反正这东西不是考你记忆力的，反正你不记得也没有关系，你就把用一些方法可以让你记得，你藏在手机里面，放在任何地方找得到就可以了。所以哈，其实我为什么要录一下影片呢？其实影片哦，我自己回头也可以看啊。因为我记忆也没那么好，哦，我打开一看，哦，我就知道了，哦 ，OK， 好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你就给它点过来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第三页了？可是问题位置好像不对啊，啊，你不过、哦，千万不要看还没预览之前，你按即时看一下，它会变成上下，但是你在设计的时候是左右，啊，不，更正一下，你在那个设计的时候哈，哦，挖即时有没有？它是左右，可是显示出来会是上下。好，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，就是说我们会需要做超连结，那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，第一个请你把什么这边做成 page 2， 这边选取它，记得要选取下面请 page 3。 那问题是因为你的手用滑鼠点是 OK 的，可是将来你的手不可能说哈，去点这个这么小啦，这个有点不人道，而且说真的太不方便了。大部分的话都会把它改成大大的按钮，所以大大的按钮怎么做出来的？其实很简单哦，就是记得哦，上方的这个有没有在哪个位置哦？这边，哦，这边加进哪一个，拖拉过来，对不对？加进来之后的话哈，做哪些变动？我再做下面这个好了哈。这边可以按一个 Enter 的，然后把那个项目符号拿掉好了，不然它会跑一个项目符号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按一下就可以了，它就会帮你把按钮放在你指定的位置一个，然后图的话比如说这个第一页我的话向上的话我就方向向上，应该可以，有没有一个向上一个向下，然后这个的话改成按钮，好，按确定，然后再来改哪里呢？改这边的这个按钮改成第一页，所以把这个第一页有没有这三个字复制一下贴上去，好，然后连结的话，好，这个时候的话呢再来做连结，连结的话记得在这边底下一样会有个井 page 一，好啊，这样的话有没有再点击这边你会发现它就会出现一个超连结，要 enter 一下井 page，记得 enter 一下，不然它不会加上去， enter 一下，好，这个时候的话呢就会，诶，它没有更新了，我试一下即时第二页第一页就有了，没更新到，这边，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可能要选一下它了，然后在底下再加，那加上去之后的话就可以连，那可以跳上跳下去做那个连结的动作，OK，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一下好了，好，把画面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，加上那个插入一个那个 JQ Mobile 按钮，一个第二页一个第三页，然后再去选，那另外底下一样，第一页跟第三页，然后第一页跟第二页，OK， 这里试试看加上按钮部分。